你刚刚没拍视频吗？我拍的照片，好，你把这个拆了重新拍。好。你把步骤跟他说一下嘛。好。重新来啊。嗯。你按。嗯。好。这个。对，本名青年等你。好，也好。他这不是白光啊。好。好，到白光的时候就写码写好了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就可以拔了。可以把这个写码器拔下来了是吧？对，什么都可以拔。好，你把它拔掉。拔掉灯条就直接接电源去了是吧？先把灯条啊，把灯条拔掉。灯条拔掉，然后不需要用写码器了吧？啊，对。就直接接灯条，接那个电源是吧？然后你要点亮的话，直接接电源。直接接用解码器，然后接电源嘛，这个接电源啊。对，这个也是一这个就直个。接接到20伏的电源上面去是吧？对啊。但是你这个的话就要用那个 DMX 的程序了呀。哦，DMX 程序，DMX，哦，知道了。DMX 程序，然后你不是有信